用武强壮的市民传统会鼓励民众多传统的做法。那算是苗栗站头份市公所可以先例，给他头一摆前年用强行就让 party 来的发动鼓励市民行到户外去。其中就让传统系头一摆做将乾旋风地图的就让课程晒到户外摆去，各大派上供设备变作只大型的 party 庆祝。希望乡亲们就对秋天天气暖和的时节，对头份两位多听通，本身体变得很难好。头份市新发高中的学生诶，用跳舞的方式出现在头份双公园，带来同桌当简单、适当又热情的有氧舞蹈表演。头份市民代表费的去年的天气费，最后市民代表建议应该安排市民运动费，带动运动风气。刚刚传统的运动费参加的人只有减数，故所代表费建议市公所应该要全面做来参加。办一些休息系列的活动有没有哈？那往往就跟其他的乡镇市一样嘛。那借由今年我们市长的核心呐，他也非常鼓励这个健行和有氧活动的对于我们身心健康的活动。条粉丝讲说，今年要办秋季娱乐发通，一场在地运佛山拍的景下，另外一场做地市中心来举办有氧派对。现在有氧派对是叫他成功，地庙里也是提拜来拍。讲说年主讲，条粉丝们当好跳舞，杀起舞蹈班一多年爱跳。故说举办有氧舞蹈发通，还请了有名的先生带大家来跳。有氧派对哈，他也是邀请到我们的那个亚洲哈，亚洲啦有氧天王的潘若迪哈，来带动大家哈去唱，让大家跳个够。那报名的时间呢，我们是从10月19号到10月28号。安娜娜哈，如果没有报到名的也没有关系，大家都可以来参加。所以要报潜水，四五公运佛山水库顺好风景还在当家，当时还散步景下，条粉丝公所主讲。利用条粉丝目前的体力条件同环境，很快会持续来规划各式的体育发通，希望透过另类的市民运动费带动运动风气，并向来其他乡镇的民众到条粉丝参加发通带动消费。下个新闻总资讯，我是报道。